大家好，欢迎翻到嚟我嘅频道，我系 Danny 温力明。点样啊？嗰几日教你嗰啲方法系咪好好玩、好过瘾呢？系为咗你啫。今日咧要教大家一个简单嘅剪接，都可以做到好似有 green screen 啊，有呢个 CG 嘅特效嘅，非常之简单，而且咧你仲可以用手机嚟剪添。哇，真系一流啦！你谂我谂先，不时不宜迟啊，立即开始。等阵先，未开始之前，当然记住咧就要订阅啦、like 啦、share 或者 comment， 咁样样咧先可以帮助到呢个影片咧去得更远，同埋呢个频道咧更加成长噶。记住咧打个 link long 啊 ，let's go。嗱，记住啦，每一次要搞咁嘅 effect 嘅话咧，一定有一个空镜或者叫做定格嘅镜头咧俾佢哋嘅。比如讲而家呢个镜头咧，一定要扬位俾佢哋拍一拍先。冇错啦，这个就叫做底啦。点解一定要有个底啊？就好似起楼咁样，一定要打桩啊嘛。如果桩打得稳嘅话，成个嘢咪好好咯。唔知咩比喻嘅，人哋话唔成。咁我今日咧要教大家嘅咧，就系用一个 bag 将手放落去，然之后咧，佢喺另一个 bag 咧走出嚟，系咪好犀利咧？好，咁而家咧就开始要拍呢一个 footage 啦。cut， 好啦，而家第二个 shot。就是要我手在个 back 出来了。是不是很犀利啊？你估我不到的。之后这些 footage 又晒了，现在就是跳下去我们的手机啦。Let's go。好啦，而家咧，我哋就去呢一个 video lip 啊。我自己本身咧系比较中意用呢一个 apps 嘅。我而家用紧呢个 iPad 嚟整噶，不过如果大家用紧手机嘅话咧，都依然系用得到嘅。我只系咧用 iPad 嘅话咧，画面大啲，大家可以咧注意到比较清楚啲。你睇到我咁样咧，而家系好明显系插个手落嗰个 back 嗰度。插个手落个 back 嗰度，跟住咧呢一个画面剪好咗之后咧，就轮到咧吓要剪我呢个手突出嚟啦。你睇到几有型，我系踎得好辛苦，好辛苦噶，要注意咯噃。嗰个节奏咧一定要好准噶，你要幻想下我个手咧一放落呢个蓝色嘅 back 嗰时候咧，会就喺另一个 back 嗰度咧飞出嚟嘅，所以呢个成个。排法咧一定要靓一靓，咁样咧先有个效果嘅。呢、這个 step 搞掂咗咯噃，就嚟到 masking 啦噃。highlight 嗰个片你要 mask 嘅，跟住咧下边就好多 option 嘅，你就拣你应该要用嘅方法去 mask 佢啦。有圆圈啊、四方格啊等等嘅，执到靓一靓啦噃，尽量吓俾少少 fade 得去，咁样就比较逼真啊。当我搞掂晒，放晒啱位啦噃，你就可以 export 噶啦。呢、這个 apps 就搞掂晒啦。是不是很简单？是不是很容易？是不是很方便呢？这个呢就是最基本和最 basic 的了。当你明白整个结构和模式的话，你就可以做到很多很多不同的 effect 和特效的了。今天呢就教住这么多，先记住呢就订阅啦， like 我 Facebook 和 follow 我 Instagram 的。我们下一个片再见啦。咁呢几日啦，喺屋企啦，就慢慢去研究一下，慢慢去拍一下啦。去去去去啊！